你去联络周公平，再请公平按照改的。高分资料有在无？高分我即摆要等给你，除非你先给我妈寄出来。啊，若无，你什么都免讲。你若是唔听话，二一千就去开你的身躯顶啊！你若是无管给我妈寄出来，小弟小姐还佫检查官马上就要来啊！可是你就做袂起啊！什么人？你紧投降哦！这件你做袂起啊！你竟然敢出卖我？会记就好啦。要唔过你今仔日叫人来聊我，你得付出代价。林小弟哦，就是好胜心上过强，一定爱回一个架势。不过，有了自尊心也是足强的。你安尼向我甲调离开，等于是降级呢。安尼伊讲我都接受。是前面有人，伊跟我联络啊。你去联络周公平，再请公平按照改的。高分资料有在无？高分我即摆要等给你，除非你先给我妈寄出来。啊，若无，你什么都免讲。你若是唔听话，二一千就去开你的身躯顶啊！正经病院，佮曾教授讲，我要合作是牛啊，只不过淡薄仔状况，都可能需要先放去病院，佮院长参考看看。这都毋是大数因病院的文件。这是大数因要签苗是牛的状况。这个是牛啊，对圣经医院来讲是真重要。这是你烦心的武器。敢讲你要一世人看大兄伫你面头前烦你个？你若是无管把我妈救出来，小弟小姐还佮检察官马上就要来啊！可是你就做袂起啊！什么人？你紧投降哦！这件你做袂起啊！你竟然敢出卖我？会记就好啦。要唔过你今仔日叫人来聊我，你得付出代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